你有没有来过尼亚加拉大瀑布？没来过就是遗憾。即使没来过，大约也已经从电影、电视上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观景象，一定不会忘记瀑布边上从谷底传来的那雷鸣般的吼声吧。瀑布是在约一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形成，而同时期北美的五大湖也在此时成型。当时因地形侵蚀关系，河床形成一个大洞，便形成瀑布。也有研究者认为瀑布的前身是山谷，只是刚好有河流流经而形成瀑布。冬天里来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不多，冬天的瀑布下方经常会被冰雪封冻，但瀑布跌落的雷鸣声一样震撼，绿水在冰层下依然汹涌。300多年前，法国人大言不惭地宣称是他们发现了大瀑布。其实谁都知道，印第安人已经在这儿生活了2000多年，在这儿流传着一个哀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，我不喜欢流传较多的勒拉哇拉杀蛇而死的故事。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：酋长美丽的女儿名叫勒拉哇拉，她爱唱歌，勒拉哇拉云雀般的歌声能穿透大瀑布，在河谷中回旋游荡。天上的雷神喜欢勒拉哇拉的歌声，雷神离开天宫，隐居在谷底大瀑布的后面，朝夕聆听勒拉哇拉的歌声。雷神用他低沉的轰鸣给勒拉哇拉演奏和声，勒拉哇拉喜欢在这雷鸣声中唱歌。每当勒拉哇拉与雷神的合唱在瀑布中响起，腾起的水雾中就会现出缤纷的彩虹。按照部落的习俗，长大了的勒拉哇拉不能自己挑选丈夫，只能由长老们开会决定谁可以娶她。她将会嫁给一个酗酒、见到灰熊竟然掉头就跑的懦夫。勒拉哇拉极其失望，她痛哭。突然瀑布那边传来了雷神低沉的轰鸣声。勒拉哇拉不哭了，婚礼在进行，全部落的人都在唱歌喝酒。勒拉哇拉对父亲说：不，我不嫁，掉头就往大瀑布跑。部落的人紧随追赶，勒拉哇拉跑到大瀑布边上，纵身跳了下去。此后人们常在隐约的雾中看到勒拉哇拉的身影，他在唱歌。为了纪念这位姑娘，航行在这儿的瀑布游船就以宝物中的少女号命名。